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啊，虽然是不是很顺畅，但是终于把它完成了。啊，我想呢，那个他们越来呢，一定会越好。那个有些书姐刚好争取到这种机会，我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个比赛。我们当然是以全部最好这边呢，我们会特别加强训练，然后为我们那个五人制的足球啊，看能不能打出一个啊、哦、比较好一点的成绩啦。江明传这一对的话，从一开始都打得不错，那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一个完美的结束。虽然输球，可是我觉得大家很努力。那在这个比赛当中学习到很多东西，那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。那可能下次、下一届、明年的时候，对，我觉得我们会打得更好。这次我夺最佳球员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还全部都是最佳球员，对。然后我只是一个可能就是有把握到射门的机会而已，对。你的队友们去努力的话，可能这个球就非常辛苦。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棒，那不要放弃，明天再来。行。